属于陈绮贞的音乐故事 Soulmate。 你说接吻那个，我很爱他。你很爱他？我很爱他。这是你第一次亲他还是亲了很多次？我是跟他说，我后来传简讯跟他说，我不只想要亲吻你的嘴唇，我还想亲吻你。周五晚间10点，文倩的音乐故事。